Angus cattle 是一种常见的食用牛，由苏格兰北部的 Aberdeenshire 与 Angus 混种培育而成，在世界各地被统称为亚伯丁 Angus 牛，肤色上有黑红两种，没有牛角。虽是相同品种，但在美国将之视为两类，红色安格斯与黑色安格斯是美国食用牛的最大品种。这块位于密西根州希尔斯戴尔郡的涌泉牧场，就是选育黑色安格斯牛为主。我们所选择的肉品供应合作对象，牧场主人 Corey， 本身拥有密西根大学的环境保育博士，他的论文研究主题是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，所以他本身对于牧场的经营也有独到的见解。他的牲口都是采自然放牧，让牛只食用牧场内循环再生的牧草，有别于一般大量产制的肉品市场，将牛只做小范围为圈牧，并喂食谷物如玉米与土豆，虽能快速收成肉品，但肉质较为松软，并含有过量人体不需要的脂肪。根据乔强森在《草原放牧的健康优势》一文中提到，消费者往往以为肉就是肉，不管牲口由什么喂养而成，其营养价值总是相同。事实上，牲口的饮食来源对于之后该肉品的营养成分却有非常关键的影响。谷物喂养与圈牧和青草喂养与放牧的差异何其巨大，一如是我们传统认知的饲料鸡和放山鸡，肉感与营养成分就不能相提并论。首先，草原喂养的牲口含脂肪的成分较谷物喂养的牲口来得低，同样重量一块沙朗牛排所含的脂肪量，草原放牧者的脂肪成分是谷物圈养者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，并且牧草喂养者的肉多筋瘦，所含卡路里也较低。一般来说，每克的脂肪含有9卡路里，而瘦肉成分较多的草原放养牲口含脂量只占一半。也就是说，一块6盎司的牛排，两者相差将近100卡路里。照平均统计，美国人每年摄取 66.5 磅的牛肉，若肉品来源皆为草原放牧者，将可减下17733卡路里的摄入量，几乎等于可让每人瘦下6磅重，能有效降低慢性肥胖的发生。另外，草原放养的牲口有较多的 Omega-3S 欧美加3不饱和脂肪酸，这元素常见于深海鱼类与某些植物中，能促进中性或酸性胆固醇自体排出，抑制肝内脂性与脂蛋白合成，以降低血浆中的胆固醇与肝酸酸酯，达到抗心律失常、降低心率、降低血压的效果。在这个图表中指出，动物牲口体内的 Omega-3 脂肪酸在长期喂养谷物饲料之后会显著下降，所有健康的物质如 LNA 亚麻酸、二十碳五烯酸 EPA 以及俗称脑黄金的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 都会跟着流失。第三，草原放养的牲口有较多的维生素 E， 能减低心血管疾病与癌症的风险，并有抗氧化功能以减缓老化。以新鲜牧草放养的牲口，维生素 E 的含量是谷物喂食者的四倍，就算以人工添加定剂复合式维生素 E 喂食牲口，也顶多提高其含量到2倍。我们的合作对象牧场主人 Corey 秉持这样的饲育理念，在这片广达20英亩的辽阔草地上， Corey 坚持只放牧32头牛只，确保牲口都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，并且让新鲜牧草循环再生。牧草内不施肥，没有农药成分，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，牛只饮用水来自地底的天然涌泉。每年的三四月入春之时， Corey 会到牛只拍卖会精挑细选其他牧场培育的小牛，购入后放养在涌泉牧场。经过6个月育成，可把800磅左右的小牛培育到1200到1600磅的成牛，然后送回肉品市场拍卖。买家可以选择整头牛购入，或由屠宰场代为处理分销，再由买家挑选中意的部位。
我们所送的屠宰场有政府认证的屠宰设备，保证宰杀过程人道，肉品处理过程清洁卫生，并经过无菌真空分装，取得 USDA 食品认证后才会进行出口销售。由于饲主 Corey 在选种、饲养与宰杀等一系列对产品品质的严格管控，涌泉牧场每年能提供的成牛只数非常有限，所以我们建议您提早下定，在每年年初提报您所需的肉品数量，以确保我们在入秋之时能完成订单上的进度，顺利处理这批牛肉，经过包装与报关运送，顺利送抵国内订户的手中。